镜头转到头城，海巡署今天在头城举办了服务的座谈会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听取地方渔民的心声，了解基层需求，同时他们也在现场来宣导法令，呼吁大家要共同维护海洋的资源。今天海巡署副署长、北巡局长以及镇长、议员及头城渔会说，海巡队、幺两岸巡大队还有许多地方渔民共同参与这场座谈会，透过意见交流了解渔民的需求。尤其近年来海巡单位致力于护渔、救难、禁滩，因此获得地方好评。目的就是借由这个座谈会的平台啊，让渔民有发言的这个机会啊。如果说我们海巡署可以改进的地方，我们全力改进。如果是别的相关部会的问题，我们也会请相关的部会做个妥善的答复。首先，我们头城区辖内的幺两大队，除了在执法之余外，更要有服务的态度的心态，来服务我们各位渔民乡亲朋友。海巡的这弟兄吼，其实讲对地方也真帮忙吼。咱不管是一挂大型活动，吼，还是讲一挂这个救生吼，再一挂这个海难的时候吼，意外的时阵吼，伊嘛拢在第一时间吼来帮忙吼。所以讲咱嘛感谢这个海巡这弟兄吼，常年来这个辛苦吼，尤其在咱海滩的禁滩吼，维持这啊清气吼，这清洁方面吼嘛，给咱真帮忙吼。所以我代表店民。好嘛，感谢因啊，辛苦因。尤其是今年啊，做足侪代志，包括赋予的工作，包括啊，咱这个政府话久啊，咱说这个拓洪信了，你看，伊底下甲咱保护转来个只二十几天安尼，来甲咱保护转来个只，所以讲啊，咱渔民朋友啊，拢会感受伫心内啦吼。尤其是基层的工课呢，政府话久啊，咱大溪啊有一个竹排啊，去要变过一个啊吼。拢是即个海巡弟兄啊，第一个时间跳落去，甲恁到三江到救援，虽然是真不幸，但是啊，即个精神啊，咱渔民朋友拢看你目睭个啊，所以非常的感谢，对海巡的即个真心的辛苦啊，拢非常的感谢。另外，对于地方希望在乌石港成立海巡队，这方面副署长表示，将会审慎评估，尽量促成地方的需求。因为即个海巡队要住在即个乌石港内。经济配套这个设施嘞，咱必须要建议啊，咱造法度尽量来考虑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我卖提等于慎重来研究，重视。既然乌石港所有船头家、所有渔民朋友的利益、的权利为优先，所以我得慎重提等来考虑。为了维护海洋资源，预防犯罪，渔民如果发现任何不法或是需要服务的情势，都可以拨打118免付费专线来通报。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。